7:18，早安气象时间，看到阳光露脸，有些人被晒到会怕了。详细的天气资讯，我们要来请教慧仙。今天38度高温来袭，是不是代表像这样子的极端高温会越来越频繁呢？好，没错，说早安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，要提醒您了。最近啊，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高温还会再持续。我们就看到，在最近来说呢，台湾整体的云层都是偏少的，也因此温度感受上就会再更高一些。尤其在昨天，我们看到在新北、台北，还有在台东、嘉义等地方都出现了极端高温38度。那么今天来说，同样的都还是会很热。我们看到气象署就发布了高温资讯了，他就提到了今天来说啊，包含了在台北地区还有多个地方都可能达到38度的高温，也就是说亮起的是红色的灯号，还有在新北、屏东、台东都要多加留意。那么至于说刚提到台北、嘉义和台南，同样的也可能出现38度，而且感受上都会再更热一些些。那么这样的高温一直延续到礼拜六都很可能，同样的都非常的热之外，主要的在大台北地区和中南部地区尤其留意，可能有37、38度。那么因素是什么呢？台北地区当然就是热岛效应的影响，而在中南部地区则是因为海风难以调节，也因此温度感受上就会再更热一些。至于在降雨方面来看到，今天主要降雨地区在中部地区以及在山区，也就是近山区的地方，雨势都会比较明显，而且呢在午后容易出现的短延时大雨的几率，这样的天气状况会一直延续到礼拜六的时候，同样的都是会有雨，山区比较明显。不过到了礼拜天，我们看到南方云系北移之后，在南部地区中南部不定时的有雨，午后东北部东半部各地山区同样的也都有雷雨发生，而且整个雨势上雨区都会再度的扩大。至于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到底什么时候会有台风呢？我们来看到现在本周的地面天气图，会发现说啊，这一整周来说，其实整个环境上是有利于台风以及这热带系统的发展。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热带扰动目前来讲，它会往这个中南半岛的方向来移动，也因此对于台湾是没有直接性的影响。但是我们就看到，在下周开始，也就是从礼拜天开始到下礼拜二、礼拜三的时候，很可能这个热带扰动就会有所影响了。那么它到时候可能在礼拜三、礼拜四会往台湾的东南方海面来接近，不排除形成台风，也因此对台湾有可能有影响。但是这就要看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，也就是整个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到时候它的范围如何以及强弱如何，就会进一步的影响到我们台湾。如果说是东退的话，那很可能对我们的影响就会比较大一些。那么如果它是持续的增强牺牲，可能影响又会有所改变了。最后就要来提醒您，最后这一整周来说都是比较热，而且有午后的雷阵雨，而本周是没有台风的，但是下周就要多加的来做留意，很可能会有影响之外，我们要继续的来做关注，到时候南方的这个季风槽会不会有系统发展的可能。以上是这一节气象资讯，再把时间交还舒瑞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